抗力成功。你看现在还紧张。你们好。你好。你们这一对是从哪儿来的？我们从山东成武县。哦。他是山东省成武县张楼乡马字村的一个小村的孩子。哦。今天要来表演什么节目？唱歌。唱歌？对。好，我们来好好听一听，开始。谢谢。你比儿子还紧张。为什么插他们？我问谦儿，是因为你这干爹实在是，大家说是不是？这干爹是不是得闹一下？这纯属是来捣乱的。这我当时也是主持，他上去唱歌，今天能够走出去，我。月月，你太紧张了。我问你，平常在小村子里，你是怎么样唱歌的？站着。对着外面唱，不管有没有人听吗？嗯。那我想听你在田埂上唱歌的时候那个小少年的声音，假装你现在就在田地里面唱。对，你就当我们都是庄稼。对，我们都是稻草人。月月，你闭上眼睛。月月，你站在田埂上唱吧。声悠扬，声情荡漾，来吧。
表情，皱着一点小八字眉，然后好认真。再帮我讲两句。那我首先我觉得